各位先进朋友，我是曾仕强。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一门很新的学问，叫做财神学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血缘它已经变成财神了。但财神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？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名词，请各位指教，叫做两栖神灵。那为什么它是两栖呢？我想我们要从以前讲过的宇宙有两种再来回想一下。各位看到这个图，你会发现这里有两个宇宙，一个就是绝对宇宙，一个是相对宇宙。绝对宇宙就好像电影院那个放烟机一样的，而相对宇宙就是观众所看到的那个荧幕。荧幕上面呢有各色各样的花样，实际上呢都是虚幻的，都是从投影机里面投出来的东西。它是有剧本的，它是经过编导的，它是经过拍摄再加上后制作，有一大堆的过程，然后呈现在观众的面前。因为它拍得跟真的一样，所以我们看起来会感觉到很有真实感。这两个宇宙是我们已经介绍过的，一个叫做相对宇宙，它是分出来的，一种叫做绝对宇宙，它是不分的。所有分出来的东西都是从没有分的地方这样子投射出来的。所以绝对宇宙先有，然后才有相对宇宙。我想这些概念呢各位应该是很清楚了，但是我们必须要再说一下，绝对宇宙它所代表的是一个绝对的圆满。所以我们在画绝对宇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正圆形。可是相对宇宙呢，它是相对的不圆满，所以我们要画相对宇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画成椭圆形。绝对宇宙它里面的灵魂是合在一起，就叫做绝对灵魂。绝对灵魂构成了绝对宇宙，它有绝对光明，有绝对性命，有绝对能力。绝对光明代表这个光啊，它是可以每个地方都射穿的，你抵挡不住它的，所以它无所不知。绝对性命就表示它在任何个地方它都是充满的，所以叫做无所不在。而绝对能力就是它想做什么它就可以做什么，所以无所不能。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讲，绝对宇宙不是什么东西，但是它可以变成所有的任何东西。我想各位从这个概念去了解它，应该会更加清楚。绝对宇宙不是任何东西，它不是人，也不是狗，也不是树，也不是昆虫，也不是细菌。可是它会变成任何东西，它可以变成人，可以变成狗，可以变成老鼠，可以变成昆虫，可以变成细菌。因此我们所看到的，我们想象得到的所有东西，其实都是共同来源，那个来源就叫做绝对宇宙。绝对宇宙怎么样能够那么圆满呢？就是因为它大公无私嘛，它没有私心，没有分别心，更谈不上什么贪婪心，所以它就浑然一体。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了，一个公司，一个组织，一个团体，如果大家大公无私的话，他一定合作得很好，而且长久的在一起。一旦有了私心以后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我们再看相对宇宙这些形形色色的东西，就是当他在绝对宇宙的时候，他起心动念，他开始有一个私心，他开始有思念，他想什么？想我自己要形成一个小宇宙。所以小宇宙其实是从大宇宙里面分出来的。
这个就是《易经》里面所讲的大太极、小太极。这样我们非常容易了解，宇宙是个大太极，每个人都是个小太极。那这样一条狗，它也是小太极，一样的道理。一个人如果在大宇宙，他就是在绝对灵魂里面。一旦想到说我自己要组成一个小宇宙，那么他呢就不再和大宇宙里面其他的灵魂在一起，他就分裂出来，然后变成无常的相对宇宙。所以我们讲无常，无常实际上是指这个相对宇宙，不是指那个绝对宇宙。绝对宇宙一定是常，而不是无常。我们讲变动不居，也是讲这个相对宇宙。那个绝对宇宙它是不变的，所以世界上有变就有不变，有常就有无常。我希望各位不要用一个东西来乱定，说所有都是相对的，所有都是绝对的，所有都是无常的，所有都是常，不要有这种偏道思想。宇宙有两个，那世界是不是只有一个呢？世界有很多重，所以宇宙有两个，世界有多重。我们先看老子的说法，老子说绝对宇宙它是无名无为不可说。我们今天了不起把它叫做常道宇宙，它是不可分的，叫做宇宙的根源。但相对宇宙呢，相对宇宙表面上看起来它是非常道的世界，好像就是一个世界叫做非常道的世界，但是最起码它有物质世界，它有精神世界，它是有分的，而且功名利禄它样样都有。所以我们从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可以了解到说，凡是我们在形容的，我们在接触的，都不是那个常道，就是不是那个绝对宇宙。我们所接触的都是相对宇宙，花样很多，变动无常。你可以选择，你要长期的在这个变动无常里面打滚，还是回到那边永恒不动，都可以。这就是人的自由。那我们再看释迦牟尼佛呢，他是把相对宇宙分成三界，一个叫欲界，一个叫色界，一个叫无色界。而且我们所讲的天堂跟地狱实际上都有好几层，像我们平常人所讲的说地狱有十八层，现在可能还不止了啊！我常常讲已经有十九层了，就是给那些乱说话的人就是专门打在十九层，因为以前的人很谨慎，不敢乱讲话，现在不是，现在懂一讲不懂一讲，而且不懂了还讲得更大声，这些人将来都非常有机会可以住在地狱的第十九层。那人间呢，人间是有好几层的，所以我们常常觉得不公平嘛，哎，你怎么那么好命，我这么辛苦，就表示这个世界也有好几层。我们来看看这个相对的四宙世界，它有三天三地，三天三地，三天哪三天呢？最高那个叫无色天，第二层叫色天，第三层叫欲天。我建议各位不要看到色就想到今天那种色眯眯的那种色，这个色跟那个色一点关系没有。这个色是物质，这个色只是指物质，凡是你看得见摸得着能够跟它有触感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就叫色界。无色界就是它没有物质，你看欲界是最低的，各种欲望都出来，然后慢慢的你会去找那个你看得见的那些物质，然后你会找到精神的享受，这一层一层上去，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欲界天堂、色界天堂、无色界天堂。一个人要修啊，刚开始顶多进入这个欲界天堂，所以有时候你在天堂啊，你过的生活其实跟人差不了多少，只是比较偏重于精神面，那物质面比较小而已。那如果说你进入色界，那时候你的欲望就大量的减少了，
你就过比较单纯的店铺的生活，然后你进入无色界的时候，你就比较精神享受。我倒建议各位，你把人看一看，你会看到很多人他已经在无色界天堂了嘛，他已经在哪里，你注意去看，他生活就是过得去就好，然后他很重视精神的享受，他与世无争，他非常快乐，这就已经在天堂了嘛，为什么要等到死后才去呢？那你如果能够把物质弄得很有条理，你就已经在色界天堂了。你欲望尽量的减少，当然免不了完全清除，还是会有些有，那就在欲界天堂。你要到天堂，你随时可以去天堂啊，不用等到死后啊。可是三地呢，那我们也稍微解释一下。我们一般人都知道地面，因为我们人是活在地面上，地面的上面，地面的上面就是天堂吗？没有，还有一个地方叫做阴曹。所以我们常常以为说阴曹地府是在地底下，其实不是，地底下的部分叫做地狱，我们活着的地方叫做地面，然后在地面跟天堂之间那个地方才叫做阴曹地府。所以人死了会变鬼，因为他在阴曹地府。一般人死了以后在阴曹大概会停留7749天，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我们做头七、二七、三七一直做到7749，就是因为他这个魂还存在哪里嘛。尤其前面头七、二七更重要，你要帮助这个魂走到他应该去的地方。这些其实不应该把它看成迷信啊，因为人死的时候灵肉分离，你的灵从你肉体里面出来，出来以后你就先在阴曹在那待一下，进行什么，有的要审判，有的不要审判，审判也不一定说由什么神来审判，阎罗王来审判也不一定，有的他自己审判就好了。有的人根本不需要审判呢，因为他一下就到神界去，他为什么要审判呢？那有些人他自己检讨一下就好了，认为可以了他就走了，哎，有些就要别人来审判。所以不要一以概之，认为说都是一样的，我觉得每一个人是不相同的。我们在地面上你必定要受一些苦，什么苦，各位很熟悉的叫做生老病死。生老病死是每一个人都有的，可是还有几种呢，一种叫做爱别离。爱别离是什么，就是你越喜欢的人偏偏又跟你离开得快，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西方人呢、啊？两个相爱的人见面会很热烈拥抱，很热吻，就是什么，就是表示我很爱你啊。中国人不来这一套，是什么道理，很多人不知道，中国人心目当中有上天的存在，我如果表现出来说我很爱这个人的话，那就糟糕了，那我们两个就分开得很快了。所以中国人他是爱在心里头，他两个人体会，不要让上天看出来说我们两个相爱到这个，那你马上爱别离，你越爱就离别的越快了，那不是不祥之咒。所以很多人他不了解，总认为说啊，中国人很含蓄呀、啊，没有胆量表现自己呀、啊。我觉得这是不懂道理的。怨憎会，你看你越怨这个人，他越跟你在一起，叫做什么？不是冤家不聚头嘛。所以一方面告诉你，你很爱很爱，你也不要表现出来；很讨厌很讨厌，你也不要表现出来。你很讨厌讨厌，上天一看，他就让你们两个坐在同一个办公厅嘛，你更倒霉了。山不转人转了。山是不会转的，但是人会转的。你们两个相爱，他就转远一点；你们两个讨厌，他就转近一点。你倒霉了。我觉得你从这样去了解中国人的生活哲学，你会觉得我们还是比较高明的。还有求不得苦，你看你想要个东西，你就是求不得，所以你无求，哎，他就来了；你有求，他就走了。五蕴盛，什么叫五蕴盛呢？色受想行色，这大家都很清楚的，但是你有了这五种感觉，你就有痛苦。现在还应该加上两种苦，现在能比以前更苦，一种叫劳动苦，你看大家急急忙忙，然后呢搞得神志不定，一天到晚就忙昏了头，劳动苦。还有一种叫战争苦，当然以前也有战争啊，但以前那个战争死伤，现在的战争呢、啊，
那是非常残忍的。我们地狱所受的苦，那比地面的要苦十倍，要苦十倍。所以你如果把这个世界的几个层次你都看得清楚的话，你就知道人还算不错，还在这里。你再往下走，那个地狱又十八层了。你要往上走，其实你也可以阴曹地府，然后欲界天堂，然后色界天堂到无色界天堂，你都可以去。一念之差，就使得你佛尘都变化很大。所以每个人要替自己想一想，你该往哪里走。我们现在就可以了解，宇宙有两个，世界有多重。不要以为说，哎，这是平面的啊，大家都在这里，不是这样子。你看起来是平面的，实际上这里面好多层。因为有人他已经在天堂了，所以不要说死后你才去到天堂。你看到很多人他悠悠自在，天堂不一定每个人都富有啊，不一定啊，是心灵的富有，而不是物质的富有。所以我这一点呢，也是希望各位去想想看，你到底要走哪一条路。我一直建议说，要在生前就见天堂，而不是死后，因为死后是很没有把握的。可是你要防止死后下地狱，所以这两句话我把它说在这里，要追求生前上天堂，而避免死后下地狱。因此你活着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有所选择，你就应该有所决定。那讲到这里，我们就开始要讲到神明了。神明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神明？三个字就可以代表神明了。它是不动念，它根本不动念。神明不动念，这是神跟人不一样的。你看人一坐下来，那个脑筋啊，翻来覆去，不停地在想事情。一站起来，也是刹那间几千几万个那个妄想就出来的。各位，你能够不想吗？你说不想不想，他想的更多。然后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专想不想这两个字，你一定在想的。神明他不动念，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神明跟我讲什么话，神明怎么样，其实都不太正确的。人生在世，你就要用心把自己的灵魂从身体当中把它通透出来，你悟出真理，你死后就有机会变成神明。变成神明，你就可以很安全的回老家，就是重返你的本源，那就是什么地方？绝对宇宙。我们从绝对宇宙来，然后念头一大堆，非常苦恼，说要修，修就是减少这些欲念，做到一天你根本不动念的时候，那你死了以后，你这个灵魂呢，就会回到绝对宇宙去，那时候就变神明了。你看，有灵光，有灵气，有灵力，还不够算神明吗？所以我们曾经讲过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。问题是你把你的灵魂团团的围困起来，你就灵不起来，你就神不起来嘛。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很灵光，我说哎，这个好神，常常讲这个人很神嘛。你从这些话里面，你可以体会到，每一个人都有做神的资格，只是你活着，你就受了你的躯体，还有最可怕，你的贪念。所以你活着变神，你就很糟糕啊，因为人家就会来求你，你就会讲出一些很奇怪的话，啊，说不定就说我是释迦牟尼转世，那你就完了嘛，那你就是危害社会的嘛。明明你是释迦牟尼佛转世，你都不可以讲啊，你为什么要讲呢？你讲是什么意思呢？你讲那个念头就是错误的，一错误你就不是神了嘛。我想这样子每个人都可以搞得很清楚，没有什么好迷信的啊。绝对神他是万智万善万能，
他无所需求，所以他也没有什么作为。他有什么作为？我们人为什么作为？就是有所需求嘛。一个人到了神佛阶段，他无所求，无所求，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显神通干什么呢？他没有必要嘛。所以我们常觉得，为什么神老是坐在那里，好像一动也不动？他不会疲倦吗？他怎么会疲倦？他根本也没有妄念，他也没有需求，他也没有什么休息跟劳动的分别，他都没有。是人才要休息，神哪里要休息？你从这里去了解，你慢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绝对光明、绝对善良这种神明，他是不动念的。他怎么会动念？好，神明不动念的情况之下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，他是绝对灵魂，他是绝对宇宙，他跟我们人就是不一样。那人本来有神的本质啊，只不过我们后天呢、自己迷惑掉，追求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，还以为是真的。这就很重要，把妄想当作真实，把虚幻当作真实，把不重要的看成重要的，这才是人应该反省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在神明的世界里面，无所谓善恶，无所谓是非，无所谓美丑，无所谓好坏，它是光明无比，所以才可以叫神明。那讲到这里，大家有没有感觉到，其实所有人类里面呢，中国人跟神呢，它是最接近的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神明非常多，中国人死后变神明非常多，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呢，作为中国人，我们跟神明最接近。你看西方人善恶很分明，他有什么资格做神？所以我们老说的西方人，他一辈子注定不能做神，就是因为他是非很分明嘛。你把是看成是，把非看成非，你就有分别心。中国人哪里有？中国人是跟非差不多吗？你看我们两个人吵架，我们很少问谁对谁错，两个都错，两个都对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不对，你这样对，你这样对。中国人是非向来不是很分明，我们善恶也不是很分明，我们好坏也不是很分明，我们的分别心是最小的。只不过我们现在很奇怪，我们会去学西方，你看每个人都要求是非分明，那你永远不能回你的老家。绝对宇宙它是没有什么是非，它是没有什么善恶的，它没有这个分别嘛。那如果你硬要分，硬要分就表示什么？表示你永远在相对宇宙里面，你什么时候才回得了？所以从现在开始要好好去看一看中国人。你看中国人兄弟姐妹一吵架，做父母很少说谁对谁错，两个都罚站，两个都罚站呢、因为在父母的心目当中，你们两个吵架就是不对，我管你谁对谁错。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人生哲学，大家不应该用西方的观点来否定我们的想法。但是如果说神明不动念，那又是分嘛，那又是分，那又是非常分明嘛。所以我们讲完神明不动念，马上就讲神明也动念，哎，这样就对了嘛，这样的这个人就比较慢慢接近神了。所以我们常觉得中国人很矛盾，很含混，很模糊，其实各位真的要好好去修，这是很高的智慧。你看我一直说不要分不要分，然后就说神明不动念，不动念就是分，就是把动念跟不动念分在一起嘛。所以我们讲完神明不动念，马上讲完神明也动念。神明可以动念，如果一个人做了神明他就不能动念的话，那就没有相对宇宙了。你看绝对宇宙里面的人，他是受了很专制的控制，任何人不能起心动念，那就永远没有相对宇宙了。就好像那个摄影机关起来的时候，你荧幕是一片空白的，你一定要开了以后它就出来了。所以神明呢，他可以起动念，他为什么不起动念？他起动念多半是说我要救人，我要叫人的。你看一个人修得很好，
他就回到绝对宇宙，可是他回头一看呢，他就动了慈悲心，说糟糕糟糕，那么多人还在那里，我一个人修回来什么意思？大家都没有回家，我一个人回家，哎，我来救他们嘛，我来普度众生嘛。只要他们一动念，他又回到我们这个无常的相对宇宙。所以照理说啊，这个人修得很好，他已经回到绝对宇宙去，我们人世间就没有神没有佛了，可是他回来了，回来我们就要塑造一个东西，就是代表说他是介乎绝对宇宙相对宇宙之间的，我们把它叫做神明。好在声明他毕竟是神明，他随时可以放弃所有的杂念，随时可以返望归真，回到绝对宇宙。如果说神明一动念他就下来，他就回不去了，那谁也不敢来了，谁敢来？以前有一个人，他好几个朋友都是非常要好的，他们呢在一起就做一个约定，说我们这几个人当中不管谁先死的，你一定要回来回报一下，到底有没有天堂，有没有地狱，对不对？你死了以后你到天堂，你也回来告诉我们一下，说真的有天堂。你死了以后到地狱，你也回来告诉我们真的有地狱，那我们最起码相信了。哎，几个朋友都说这个方法很好，总有人先走嘛，走的人不要失信了，我们是好朋友，你要赶快回来告诉我们。结果一个人死了，那大家当然很悲伤啊，可是就觉得哎，总有点希望啊，他会来告诉我们到底有没有天堂，有没有地狱。等了半个月，等了一个月，等了半年，等了一年，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他们就开始觉得这个唉不够朋友，你死了回来告诉我们一下会怎么样啊？没有消息，然后第二个又死了，大家就很寄望他临终说你千万要守信用啊，你不要像前面那个人一去不回头啊，你回来告诉我们一下嘛，到底有天堂还是有地狱。那你说没问题，我才不会像他一样，然后把那个人大骂一顿，然后他就死掉了。可是半个月、一个月、半年、一年，没有消息。所以这些朋友就下定义说，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啊，因为这两个朋友一去就没有消息，哪里有天堂，哪里有地狱呢？那这个话就传到一个哲学家的耳朵里面，那个哲学家就跟他讲，他说的确有天堂也有地狱。他说那我的朋友不是没有信用吗？他说你的朋友也很有信用。他说就怪的，那有信用就应该告诉我们了。他说你的朋友我现在告诉你，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地狱，他们两个都很想回来告诉你，但是他们都没法回来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在地狱那个人他根本就不能出来的，他一心想出来告诉你，就是不能出来吧？他被关在地狱还能来告诉你吗？他还没期满嘛。那这个人觉得有道理。那另外在天堂很自由，总会告诉我吧？他说在天堂那个人真的很想告诉你，但他一想，我如果下来告诉你，我回不去的，那我干嘛呢？说他宁可算了，那你以后自己去证明嘛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既没有权力，既没有能力来肯定这件事情，也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来否定这些事情，这样就是很好的态度。这种他能够来回自如，他高兴回到绝对宇宙就回去，高兴来到相对宇宙就过来的，这些灵魂都是很了不起的，我们把它叫做两栖灵魂，因为他随时可以变成绝对灵魂，随时可以变成相对灵魂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就变成两栖灵魂。这个两栖灵魂呢，在世界上各大宗教的教主里面呢，各位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释迦牟尼佛，他当然是两栖灵魂；耶稣基督没有话讲，两栖灵魂；摩罕摩德，你可以举出很多；圣母玛利亚，对不对？凡是那种来回自如的，那他当然有这个能力啊。你再说，马祖有没有这个能力？当然有啊。关公有没有能力？有啊，怎么没有？啊，那胡旋他虽然不是教主，可是他跟马祖、跟关帝一样，他也是两栖灵魂。只不过呢，各有所思，各有专长，由信众来选择。我们现在可以看看这个图，你就可以了解到
中国人看到两个东西，他就想到第三个。我这个观念呢，也希望各位好好去想一下。中国人跟神其实非常接近，只是我们现在自贬身价，我们总觉得西方人样样比我们进步，其实不见得，真的不见得。我们很灵通，我们其实啊已经快要到神的阶段了。这样各位才知道，中国人很喜欢做神啊，到处钻神弄鬼呀、啊。我讲这话，各位不放轻松一点。全世界最会装神弄鬼的，大概也是中国人，因为他最清楚。你有没有发现啊？我们每两个东西都会看出第三个来。我举个例子，你问美国人你要喝茶喝咖啡，他就看到两个东西，一个茶一个咖啡，所以他就说茶，说咖啡。中国你问他你要茶要咖啡，他两个东西他看出第三个，叫什么？叫随便。哪里有随便？随便就两个东西，第三个嘛。中国永远会两个东西看出第三个来，这是我们很神的地方。你要不要参加会议？西方人看出两个东西，一个叫做要参加，一个叫不参加。你问中国你要不要参加会议，他在要参加不参加当中，他想做一个，到时候再看看吧，就表示我们不分了。西方人分了，要去不去，那分得很清楚。中国人把要去不去合在一起，到时候看我可能去可能不去，他都可以了。所以两个宇宙会看出三个宇宙来，就很神了。一个叫做绝对宇宙，一个叫相对宇宙，而在这两个当中呢，它又出现一个叫做两栖宇宙。这个两栖宇宙啊，它是什么？它就有不同的教主，他们都是什么？都是他已经修得很好，随时可以回到绝对宇宙，但是他们的心都非常慈悲，一看这么多人还在这里受苦受难，还在这里不觉悟，我能够这样回去吗？所以我要回来普度众生，要救他们，要告诉他们信我者得永生，他是出于好意啊。所以我们的态度其实很简单，我们不排斥任何宗教，但是我们不会鼓励你去信哪一种宗教，因为我们不分嘛。西方人是分了，西方人连天主教基督教他都分得很清楚啊，同样相信上帝他都分得很清楚，中国人不分了，中国人都一样。这样各位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当他在唱圣歌的时候，在唱圣诗的时候，他很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可是这个人到了庙里头，他跟人家拜也拜得很像样，他又像虔诚的佛教徒，因为他你到底像什么，他笑笑他不讲话，就说你们都画十字架我就跟你们画吗？你们都双手合十我就跟你合十啦，多几个人保佑我不是更安全吗？这才是中国人的宗教观念，不要死脑筋。西方人绝对不可以这样，西方人你要这样你就是这样，你就不可以这样，你要这样你到底选哪一样嘛、啊？你要分不清楚。那西方人，中国人其实这样跟这样差不多一样，甚至你说回教他也可以去啊，他为什么不可以去？中国人一家里面爸爸教妈妈信一个教，小孩信不同的教，我们一家还是很和乐，这在西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分啊，他满脑子都是分，中国人是和，一切都合在一起的。那么各位听到这里你就知道，这个和的人智慧是比较高的，分的人是比较凄惨的。这些两栖神明各位要注意了，他把他的信众普渡救上来，能不能直接救到绝对宇宙去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所以你不管信哪一种宗教，你想一下子经由宗教救到绝对宇宙去，恐怕是很困难的。因此呢，就只能够在绝对宇宙的边缘的边缘，所以基督教就创出一个天堂，而佛教它就创出一个极乐世界，就是你的信徒你就分别的到你最高层次，你还没有办法到达宇宙。这点我也是留待各位自己去思考，因为你相信基督教
你就满脑子都是天堂天堂，然后你通过上帝的审判，你最后就留在天堂那里，你就回不去绝对宇宙。你信佛教，你满脑子都是西方极乐世界，然后一心一意想去那边，你到那边你以为到达目的了，但是那只是边缘，还没有进入绝对宇宙。愿不愿意个人自己选择，我们没有意见。凡是宗教它都是有分的，但是绝对宇宙它是不分的，差别就在这里而已。所有这些两栖灵魂，它的出发点都是好的，都是很慈悲的，但是他们会自创不同的世界。所以这个世界越来越多，就是因为很多人创一个世界，他创一个世界。你看哲学家也在创世界，都在创世界。你相信哪一个哲学家，你就进入他那个理想国，你相信他的学说，你就进入他那个理想的世界里面去。所以我们再说一遍，你相信谁，你就变成那个人的奴隶，你就没有自主性。所以中国人向来相信只相信自己，我就是神嘛，我要相信谁？这些拜旧的，这些祈求的，它的程度是很参差不同的，不可能一律通通把它送到绝对宇宙去，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他们进入宇宙，绝对宇宙，而他们还在乱动这些妄念的话，会扰乱了整个绝对宇宙的秩序，那是不好的现象。所以两栖神明他不得已各自创造一个叫做两栖世界，分别把他们的信徒安置在里面。我们已经讲过，天堂是一种，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种，都是两栖神灵所创造的一种很特殊的世界，信徒可以进去。我们相信不同的宗教，我们就进入不同的两栖宇宙。我想到这里啊，我们应该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图，一个是绝对宇宙，一个相对宇宙，一个很大一块的两栖宇宙。因为里面什么，有回教的世界，有基督教的世界，有佛教的世界，有天主教的世界，甚至还有其他很多很多。如果科学家相信说一切就是科学，那又变成一种宗教了。现在科学慢慢已经变成一种宗教了。反正相信科学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的人，那科学就是宗教了，哪里是科学？一个比较理性的人，他会知道科学是很有用的，但是科学还有很多事情他搞不懂，这样就对了。它是有限，它不能够跟绝对宇宙相等。没有一个科学家能够把所有绝对宇宙的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，不可能。它都是一部分，然后它就是一个科学家。我们很重视科学，但是不要把科学当作唯一的东西。凡是把任何事情看成是唯一的，那个就已经是宗教了，就已经是宗教了。这个教子是很可怕的，所以我常常劝我的朋友，你要做佛徒，做佛徒很好，但是你不一定要做佛教徒。你要做基督徒，基督徒很好，但是不一定要做基督教徒。那这种好，你可以相信《柯南经》的道理，但是你不一定要加入回教。世界上那个教子是很可怕的东西，有教条，有教律，就把你箍得死死的。我可以看圣经，圣经是好东西，为什么不看？我同时可以看佛经，佛经好东西，佛法很好东西。我可以看看《柯南经》，那我就是个自由人，我就是我自己的主人。我爱看圣经，我就看圣经；爱看《柯南经》，我就看《柯南经》；爱去翻一翻佛法，我就看看佛法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是基督教徒，我只能看圣经，其他都是狗屁，其他都不能看。那你就开始分的很深了嘛，你就开始把自己掐得很死了。你干嘛这样做？佛法是属于全人类的，
不是只属于佛教徒的，圣经是每个人都可以看的，不一定是要属于基督教徒，就是很清楚。你不分，你心胸很广阔，你什么都可以看，你一分你就传了，我只看这个，其他我不看，其他是假的，那怎么会是假的？你要骗谁呀？骗自己。这是我们对宗教的态度。再说一遍，不可以排斥任何宗教，没有理由嘛，你排斥它干什么？但是不一定说我要钻进去只信一种其他都不信，你干嘛？它各有长处嘛，它专长不一样嘛。就好像我们说你拜财神，你拜拜赵公明，你拜拜关帝爷，那你也拜拜胡雪岩，有什么不好？你拜了赵公明以后，你就很公正了，做生意本来应该公正了，理财要公正了。然后呢，你拜了关帝爷，你就很忠义呀。那人家跟你合伙做生意，人家跟你来往，他都觉得很可靠嘛。然后你拜拜胡雪岩，你学他那一套经营管理，其实他跟范蠡跟陶朱公是比较同一个宗脉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就要从事实面来看看雪原到底有没有信徒。那我们可以说得很清楚，雪原有信徒。我们已经讲过，这个神明呢，要看他有没有信徒嘛。有信徒他就越来越旺，没有信徒他就越来越衰微。当然对他没有影响，因为他可以回去嘛。如果完全没有信徒，就表示他该做的事都做完了，他回去也不见得不好。胡雪岩财神，他有自己的神咒，也有他的手印。各位可以看到，这就是胡雪岩的神明像，他有他的神咒。那关于咒是什么，怎么念，我们以后会找时间，因为必须要把这些搞清楚以后，你才搞这些会比较安全一点。他有自己的手印，他有自己的一套神咒，他同样的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两栖世界。那当然他这个两栖世界有多大现在还不知道，如果信众越多，他两栖世界就越大，信众越小，那他就简单一点单纯一点就很小了。不过他的管理的范围比较偏重于理财方面，因为这是他的专长嘛。那至于其他什么婚姻啊、子女啊、健康啊，应该不是他的专长。我们最好不要把婚姻啊、子女啊、健康这些事情来劳烦胡雪岩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信众，他不管，他就是去问，他就是去求，结果他说他也很满意，那就是个人个人的事情啊。我们也不鼓励也不反对，因为不能分呢，你一鼓励就是分，一反对就是分。所以各位才了解中国人对事情的看法，他永远是我也不赞成我也不反对，我们永远是这种态度。你一赞成你就分了，一反对你也分。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，很简单，各位去问当事人，我们不方便代为回答。观察各色各样的人，他都会很诚心诚意去祈求胡雪岩，而他们的感受都很深，而且很满意。那至于为什么这样，我们不是他们，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他们来这里向各位报告。各位要靠自己的感受，这种事情是别人无法取代的。我很少去劳烦胡雪岩，我很少，因为我很尊重他，我知道他的专长是什么，是经营管理，所以我会常常去了解胡雪岩经营管理是什么。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只有这条路才行得通，各位可以从各个管道来跟胡雪岩打交道，甚至拒绝说我不跟胡雪岩打交道，都是自由，丝毫不能勉强。我们这一集把两个宇宙已经看出三个宇宙来了，一个宇宙是各位现在非常熟悉的，就是我们活在这个宇宙，就叫做相对宇宙，它是变动不居，它是很烦恼很无常的。当然我们也知道，只要是相对的，它就有一个绝对宇宙，跟相对宇宙刚好是相反的。但是慢慢它会形成一个第三世界，就是
叫做两栖宇宙，两栖灵魂，就是有些人他可以很自由地游走两个宇宙，那么他呢可以把相对宇宙的人把他救到绝对宇宙去，可是你完全靠他来救也不行，你必须要自己努力，他只是提供途径而已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所有的宗教都是提供我们回老家的路，但是最后我们讲一句话，手指头指着月亮的时候，这个手不是月亮，月亮在哪里？不是在这里。可是往往说月亮在哪里，但是在这里，你以为说这个是月亮，糟糕。宗教就是这个手指头，它会把我们老家指出来，你还是要自己去找到老家，不要认为这个就是老家。我相信各位已经很清楚了，谢谢大家，请多多指教。